明天就要回国过年了，现在呢跟我公婆一起去家具店，我要给我公公他们呢买一个桌子饭桌。在这之前呢，要带杨翔去一下儿科医院，因为他有点感冒，然后呢顺便让医生给他多开一点药啊之类的。ありがとう。嗯，走了。我们进来30秒就结束了。医生说，因为现在他们诊所里面有很多病毒嘛，交叉着，说怕杨翔就是说感染到其他病毒，让我们拿了药赶紧走。我打哟，爷爷肯定觉得，怎么这么快？我打。嗯。啊，お父さん後ろのドア開けないと。走了，出发去家具店。こちこち到了家具店了。見て、これはうちのテーブル。このナイトだと見てかっこいい感じでしょ。不知道我公婆他们会挑选什么样的桌子。我跟他们说买之前我家那款，他们非说那个太贵了，说他们要买个便宜点的。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家买的那款桌子。我看上一万压四哟，6万円的哟，好了。嗯，同じだよね。同じ一緒、全く一緒。木ちょっと合わないよね。木だとちょっと合わない。嗯。大丈夫よ。もしお母さん値段は気にしないで。これ低いもん。うん、低いこのテーブル。テーブル33,000円だ。そんなに安いの？そうなの、33,990円のテーブルだけど。これ低いんだ。うん。広がっちゃう。だからこの中であれがいい方だよ。重さは大丈夫なんだよね、マンション。ね、大丈夫。これどう？これもし大丈夫なら。でもやっぱり腰の方がね、もっとねいいやつに見える。うん、高価そう。お母さんの似合うし、うん。こうやってやるの。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。そう、簡単使い方。いいよ、これでいいよ。これを注文したい。ああ、いい、私払うから。いい。一回。そう、ここは現年使えないの。マコのカード結局。サインで、はい。いい、大丈夫大丈夫。我刚才看到这边可以微信支付宝。最近できた。现在在一楼这边，把刚才买单的取消掉，然后呢再用，哎，这个太方便了，这家店现在银联也可以，支付宝也行，微信。こっちアリペイで。できた。はい。OK OK。他说他们也是第一次使用支付宝。接下来我要再买一些零食带回国。ありがとうね。呀，大丈夫。现在在大采购零食，我爸特别喜欢吃这个，然后给我爸买了10包。然后这边是刚才在别的店又买了一些零食，手拎的都要断了，拎的累死了，我中间休息一会儿。我公婆他们在车站那边在等我，看着不多啊，拎的挺重的。今天晚上来我婆婆家吃日式的涮锅，然后呢我在里面要打一个生鸡蛋。お父さん食べないの？杨翔已经吃过了烤马嘎。今天早上起来的特别早。嗯。大丈夫。嗯。杨翔明天跟我一起去中国，爷爷有点舍不得他了。爷爷跟妈妈，我们吃完饭以后一起玩好吗？不好。Okay. 都有点咳嗽。嗯，刚才呢，我就是把生鸡蛋跟那个蓬子放在一起搅拌以后，肉直接就蘸着这样蘸着吃，特别好吃。嗯。我婆婆今天还特意买了一个
贵一点的牛肉回来。